咁同我行埋今年呢一個嘅告別演出，希望明年嘅復出演出咧，佢哋都係同我一齊。當然係好高興啦，可以復出啦，有機會即係有咁樣嘅環境可以復出，有咁多人，咁多嘅朋友啊、同伴啊、同學啊、同業啊咁優秀嘅人同我一齊，度過呢一段嘅人生嘅經歷啊！復出感言，復出其實唔感言嘅。咁講嘢嗰個意思係嘛？冇理我，總之復出係唔敢言之可以復出啦。你敢言又唔可以復出嘅，知唔知啊？佢欲罷不能啊嘛 ，Joshua。係啊，上一年咁樣，好多人都冇機會睇，我見到人哋嗰檔有假十場，搞唔好事。咁我哋呢啲咁嘅小生意都做下啦。同人啊，唔同命，同遮啊，唔同病，呢啲叫做你明啊？即其實咧，一路做我哋都覺得係有風險，但有風險，我哋都要繼續向前行啊！哎，琴日睇完個古仔做戲，雖然靚啲嗰句天可灰地可灰，我哋唔可以灰。雖然係靚啲呢句對白，不過都幾重。同埋我哋要繼續向前行呢一句。人生的座右銘。我就諗住咧就好好笑啊，好膚淺嘅，即係由頭就笑到尾啦。大家開開心心咁講，咁跟住又不值回票價，再睇多次，叫埋我阿爺嚟睇，笑到你阿爺心臟病啦。呢啲答案我真係唔敢答，真係答。係啊，快樂啊，最緊要。唉，快樂啊！你唔講耶穌啊，來多啦，講一兩句嘅啫。人生啊，幾時都需要噶啦，尤其是唔開心嘅時候更加需要啦。我起初就覺得應該會好啲嘅，但係諗諗下都係唔係，因為佢哋真係捉摸唔到，你真係唔知佢哋跟住會點樣，所以我都係要打醒十二分精神。我就成日都形容好似打街場三打三打籃球咁樣咯，即係大家好好不停support住大家。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件非常之難得嘅事。佢上次我已經覺得100分㗎啦，今次唔使再好啦。keep 翻100分就得，唔好搞咁多嘢啊！不過好多時候後生仔咧好身痕嘅，自己揾嘢嚟搞嘅，我好中意無啦啦整得啦嘅。我唔後生㗎啦，一搞咧就搞到得翻50分，好驚㗎呢啲嘢。尤其是啲藝術家，啲藝術家好中意創新嘅，覺得唔滿意啊，覺得過唔到自己啊，佢覺得佢戲演俾自己睇嘅。真的嗎？真的嗎？即是我說藝術家，他我就不知道，唉，好長人講我而已。他的特質呢，就是那個後勁很強，你不要看他前面那段時間懵下懵下，他隨時到最後那三日才來的，那些東西是。即是大聲說得很對，因為我是比較要，我是會轉牛角尖的那些人，那麼有些東西通唔順咧，我唔會逼自己過，即係就咁過嘅先，即係我一定要搞順先。咁但係一通咗就 OK 咯。咁相信你哋咁嘅風格氣場，係啊係啊，有啊，就我以前係調轉讀嘅。咩啊？以前係調轉讀咩啲氣場？氣場好難啊！我知啊，我知道好難，我知道呢個好難。呢位大師兄好似有啲温暖，好似我以前唔得，就係奇怪啦。我以前我覺得我自己咁温柔，又唔俾意見又好啦咩啦，居然有人覺得我唔温柔。我而家覺得自己好麻煩，佢居然覺得温柔，你有啲人係咪抵死啊？
同人之間的相處呢，中間所有的禮儀有什麼需要，是一種齒輪中間的融環遊。齒輪如果中間沒有融環遊，那個齒輪就會有損，就會毀壞。這個就是我的睇法，因為中間是需要方言的。我們整個世界、整個社會的架構建構啊，是由方言開始，由大話開始。即不是說大話一定是，即人是需要大話，但是問題那個欺騙呢，是那個欺騙是向好的方面還是向壞的方面，即等於一把刀可以捅死人，可以切菜的。什麼？我講真話而已嘛， Who cares？ 人家滿月這樣，哎呀個 BB 得意啊，將來一定做官啊，做什麼教聰明啊，哎你個仔一定會死的，真話來啊，真咩？真的沒人可以否定這句說話啊。我覺得那種所謂的虛偽又或者不是完全地真話，是一種 respect， 是一個人與人之間的 respect。 亦都是對自己的，因為有時候有些事你覺得自己，哦，我感覺很真，我有個看法是這樣，我真的要表達，但可能過一些時間你自己都發覺自己是錯，是不是一定要每樣東西都直接表達，即時表達？那我就覺得不需要，亦都給了空間對方，也給了空間自己去消化那件事。所以我覺得保持這種肯定是很重要，也是之間最珍貴的。我都認同的，但是我想說一樣很行的事，到最後都是人靠人，即是在乎你的關係。因為他們不需要面對自己，因為他在網上他不需要面對他說出這一樣東西，說我說代價，沒人知道你是誰，你是誰，你可能是機械人，即是等於一個瘋在街上，水仔我是你老豆啊，你沒有用啊，吵架。我試過那時候拍戲在九龍，在等等到悶，看到街口有個瘋在自言自語，我就未去到咁化嘅，都要時間去消化，因為始終我其實做咗電影電視唔係好耐啊嘛，咁我哋做劇場嘅時候冇咁入屋，咁多聲音啊嘛，咁突然間，你要接觸到咁多不同咁雜嘅聲音嘅時候，你真係要消化，要時間去消化去處理。唔係，咁佢不停咁喺你耳仔邊講嘛。咁你想清靜嘅時候，你就會好，我要揾方法都要行。俾建議嗰啲就個個都係導演啊，監製。係啦，冇錯。俾建議嗰啲監製嚟嘅。佢哋覺得自己係。即係你走去麥當勞嗰度買個包，咁然之後咧就批評佢個包咧。那個花香味不夠，咪就係、是、學大聲話，就係唔使理咯，真係唔使理。或者你唔好主動去 seek for 睇咯，因為真係冇養分嘅。其實十週年啊，好難得啊，真係。喂，初初搞嗰陣諗住一週都唔知過唔過得到。啊，真係點知啊？一嘢就收檔啦。你仲可以企得到喺度十年。同埋都有好多大家好深刻嘅作品。是的，重要是真的是有深刻作品的，所以我決定 another 10 years is coming。 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个钟仔啊。